哎，来了，0325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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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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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开，一、二、三，二、三，切。很沉默，多少年了，失去了，失去了，多少日子，无法去爱，爱的你，下次再来看，后来。嘿，你叫什么？你叫什么？你能说过永不分离？你如何回忆我？那些爱情算什么？这些年来，一生的。金富早，周美早。七百。我想想看看看看我。你看一下，应该 OK 吧？第三人早。够你女儿的，你吃就不能过个顶。看到。好啦。你看包。对啊，那个。八哥呢？对的。阿米。过几圈。对。过几圈。
是啥？打一起打。我今天打的很硬。然后再来一个，哎，夹几个，两条，两条。那就啥？哦，温凯，你刚到哦，你刚到是不是？夹鱼仔。我是啊，我没有跟你说过早吗？有哎呦，交情这么好，当作说过就好了，就当作说过了。什么过啥的？大行的屋。大行的屋。大行的屋诶。嘿啊，啊那惊着吼。惊死啊！惊死啊！吼。哎，含屁啊嘛都亏啊。对啊，还惊死。你要买啥拢会有。买三百。三百块。好吧。随缘力高，身体好点吗？早身体好很多了，睡得超好了，所以才睡过头。多金啊！啊？明天，明天再说啦。我都马上这样子，明天的事明天再说啊。你明天又会下雨，你就无聊哎。明天又会下雨就下雨啊，不然怎么办？下雨啊，回枪。那不然要怎么办？那不然，在哪里？无有钱，在哪里？一只五只，一只五只，一只五只，无钱啊，无有钱啊，无有钱啊，嘿，无有钱，哎，没有哩，对啊，今天无有钱啊，今天啊，我吃阿腿干啊。像你看我的头，刚刚有还好，你手臂也下很大，你有病啊？你买多少？好差钱哦！贵吓到啦！你是来？你买啥八几条哩？啥？买啥八几条哩？三百呢？几条哩？好吧。你无得休息啊？哎呀，老天，不休困了。加三只啊？没得休困啊？三百不休困？七只。休困都对啦。我还是个当时。再个。多少只啊？在哪里？听装起五百。啊，无较少，我拢逐工在来看啊。啊，无啊，你走。好啊，好啊。落个天啊啦，装起要偌济？搁一间。啊，这无落雨，头壳澹澹。一只五即马无落雨啊，真正啊。啊，只要落雨是即马大雨，雨花，唔得叫落雨。叫你刚才啊。闹可怜。闹可怜。你刚刚在碰碰一张刚刚送手机，你还在放歌。没啦，卖冤家。阿勇，你这也买又搁欢喜，又搁冤家。用菜买菜。对啊，好。好了，三百。欢迎登场，小文长。辛苦了，三百三百，好不好？按时在家滚。昨天我在跟我另外一个同学在用电话讲那个做 YouTube 的事。阿雄呀，叫做阿雄。祝您生意兴隆，祝您早。蒙掉你，还你点灯啊，对吧？加油早，祝您早，在时间都是在下面好早，所以大概会到十点多结束。蒙掉你早。什么什么卖？那个5片200。你上次洗车中心有开了，对不对？我看上次有记得。你说你去投资一个洗车中心。安尼偌济？安尼偌济？啊，哎呀，哎呀，三百。安尼三百。嗯。几只？几只？安尼。这个人跳草裙舞诶，真诶。啊，好啦，起来啦。啊。包起来。我在直播呢，无看到你。何先生。哎。你快起来哈。我直播呢，无看到你。我今日困啊我。嘿嘿嘿。今日开始啊。我跳开用十点半起来穿穿。现在开始啊！现在开始。你还在那吹？我今天不来电啊！那我可以，我听话。
不过伊嘛跟我搞，我头先我来白来面啦，我头先试在搞伊个白。我多拢来啦，后边个位啦。我靠，你讲你啊，我附近。我在东兴大学呀。对啊，我是啊。我冲过来跑这个大黄金啦。我来讲啊，这我可以上班了，这嘛。开饭。哎，小龙早，小平早，好不好？嗯。可以上班。小平，你昨天在大理买什么？好不好？我有看到直播、哦，你买什么东西？扣扣一千，张一角六百，扣扣一千，谁跟你写？谁跟你写订单？昨天订的，三八。我问你，你的赖内底有加偌济人？你即卖赖内底偌济人？还有偌济？我有三很多遍。他扣他跟扣起来了。没有联络就把他删掉，对不对？一百七十二还好啊。但我写，我敢再写，六百多。他都没有用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三。所以现在一百七十二是有用的。有，大概有三万块。还有加好玩的。因为现在人就是打字啊，就是要打电话，就是打字。跟小李啊。你还加好玩。不会赢。我好怕你啦。那我。有买吗？可以，有买吗？我便宜呀，靠住一台啊！贵鱼，人讲的鲫鱼哦，啊，鲫鱼啊，你用加钱嘞？现在讲鲫鱼，你无在啊？我在啊，我前天在那个杨大公，我是在那个开的。大陆有卖哦，当地有卖，每一块哦，大虾天赋，池塘藻，鱼鳞很重。鱼很重吗？我给你太秋凤。啊，这差不多看三百六百。六百，啊，这四只。三只。四只，你看四只啦。四只。先两招。还是要三只的啊？我可能还没睡醒吧。六百，八百。礼拜日有卖，礼拜日有卖。哎呀。耶！哦，鲫鱼也拿住啊。鲫鱼用真的。对吧？可以啊，免费的啊。啊，这沙巴，啊，这青鱼。无啦，无饲啊。青鱼那个八块。啊，中不了。一二五。伊个叫几多钱啊？嗯，我多啦。这个多好啊，像那个大只鱼。我会叫个，三个加，按几个加数啊？哎，我晚上还要做另外一件事，我很忙，对不对？今天在台中的第五市场，台中的第五市场。那吹了，哎，吹了，哎，那个少点。打几次哦？我在旁边回去工作会啊。对，也疼爱洗呢。我是讲啊，第一次还中。公园礼拜日有卖没有啊？没有啊，公园现在礼拜日没有了。公园礼拜日没有了。礼拜日只有现在只有乌龟场。礼拜日现在只有乌龟场。不但过时，那个较卖，但是容易。等于即马叫出去，你嘛拄着小钱卖，算会到 A D 二个小黑啦。我跟你说。我是看什么？哎，后面多个啊！我前面来，你别看这些啊！哎，我见个大啦，你嘛真高呢？还是高吧？你安排的是几时？三十万。你这个，你这个，我无啊。那你阿爸咧，你买个人生意啊 ？OK。你啊。啊。对对，你买来，你买上济物件啊，师傅。你买我系做啥物大牌？你买几块上济物件？你买上个杯咩？上个电话咩？我啊，今摆爸爸。哦，你嘛无要，啊，方圆嘛无要卖啊，所以礼拜即卖就是因爸爸甲伊拢做拢过。方圆新店的市场刚红，啊，搁最近大人拢，啊，搁晚间晚起床。啊，大大嘛，去拜拜了，搁收收起来。大大伊讲就大好大好。我有先查了啊，但是，今摆是无大大。应该遐人潮嘛无最济吧？你也是，那你就是要多啊？对啊。你大一个市场啊，市场啊，那应该那时间应该就少啦。
对啊。什么东西？我要虾仁。虾仁。然后鱼在三只，然后是东西。注意买三盘好不好？注意啊。这种啊？你是当生意的对不对？我不管。你要去老师有空改，所以你要送爸你带三次。锦辉啊，我是说，他去一间看看，然后我去帮他做刀。那你要去讲道理。你讲还是一样都有开啊？我们两个互换这样，就是这些。去民家。然后我啊，我那边讲，李文斌啊，回击，我到听。小绿，那我回击。啊，是啊，对啊。能吃啊，三家伙伴。比较好，没有啊。公园那边，我上次我之前就建议说，礼拜日的一日，他们父子一定要在一起。绿花刀，麻烦介绍今天的那些海瓜，谢谢你。等一下啊，我等一下找公园。有拿够啊！好，找多面。那个有七星炉，大石斑，今天石斑很大。蚵啊，阿根廷鱿鱼，抓烟，虾卷，富贵鱼，海白虾，樱花炉，小塔可，灰秋虾仁。后面那个是八七辣吧，肉鱼，蛤蟆，丹东的，丹东的龙虾，啊，然后凤螺，蛙鱼，然后这个是两包哦，两包啊，多利鱼。蛋饼、月亮虾饼、油鸡腿、手炒虾、羊肉炉、花枝丸，然后谁啊？花枝虾排、羊小排，应该还有牛排，牛小排。Hello， 菲律宾的菲律宾的朋友你好 ，Hello friends from Philippines， Hello，Thank you for watching my thing show， 今天有白带鱼，中口的白带鱼有啊。不夸张。好搞笑。绿鸡，看一下在做工。哦，我请你看，南北老面这。可以吃。这绿鸡。一个人在吃一包不？啊。一包。一包。对啊。哎呀，一包。啊，吃一包啊！我两个人尔。两包就敢那，要食个东西。我较无人一包会使啊。好认真。你有吃木鱼丸子包的？有。超好。今天三百一丸子包的。让你不寂寞。哎呀，无袂紧，咱两百分的，到尾三百、五百拢会使。三百。今天有尾鱼塘、松排塘。那鱼啊，无挂水的，迄个挂。海鲜，我虾子三百。一包偌济？一包一百，迄无无啥物水来，拢鱼啊。三百。我多不给我就请我的亲戚先回来。啊，三八。
我嘛一个300，对啊，我一个300。安尼，互你找500。啊？互你找500，谈谈这个。300。你掏400，你我不帮，对吧？我不帮忙带货的啦，明天。明天来那个大包山，我等一下留给你。小章鱼吃吗？我刚好钓这个吗？没有啊。那个是哦，江一品。多金吗？两百啊。我老婆最近都在看微信的直播，然后昨天就有一个女生每整天就拿一根纸放在那边磨，然后跟人家吵架，然后很会唱歌，我吓到了。哇，我不发外国语。四四三早安。哎，国语不，我发短信。我到泰国，我发短信。我讲国语。哎。很好听啊，超好听的，唱歌超好听的。吓到了，红衣团长。哎，好吗？